OK， 我们正式进入这个积分的章节。那么这一章呢，我们会讲这个 integral real value function of several variables， 就是 f 我们会讲这种函数的积分。那么它的积分呢，其实就是一维形式的直接一个推广，所以这一课的证明呢，都是像那种，就是直接证，一步一步证，跟着定义直接证就能证出来。所以呢，这节课我也没有什么 idea， 其实这个也是空着的，就跟着走就行了。好，那我们先上定义。我们记得长方形是什么？它是。这样子，长方形，这是什么 rectangle， 对吧 ？OK， 这是一个长方形。好，那么 partition P partition。Q is 什么？我们先回忆一下，A B， 我们先回忆一下一个，B 区间它的 partition， 它的一个采样吧，应该是 partition 是什么？是 t 等于一个 t 一 t n， 其中的 a 等于 t 一，小于等于 t 二 ，no， t 二小于 t n 等于 b。好，这是它的一个 b 区间的采样。那么我们。一个 partition， 我们一个长方体的采样是什么呢 ？P 等于 P 一 P。J P N， 然后呢 P J 是属于 A J B J， 懂了吧？是这样子的。然后呢 I J 呢，它是 sub of AJ BJ， 它是 subinterval of AJ BJ。 那么我们将一个 subrectangle 写成 I1 乘上 IN is a subrectangle D determined by P， 好吧。那么 for a P， 我们定义 mesh of P 等于 maximum。With among all R， 哦，一个 R with of Q 等于 maximum of BJ 减 AJ 最长的那一条，然后 volume。
等于什么呢 ？bi 减 ai， 所以我想乘就行了，好吧？这是它的长方形的体积以及长方形的长度。好，然后我们继续丢定义。我们继续丢定义，我们让 Q， 对吧 ？Rectangle 是 Rn 的一个 rectangle， 然后呢 ，F 从 Q 到 R，F 是有界的，这一切都是要从有界开始，它首先是个有界函数。它如果是个有界函数 ，for each， 我们先给定一个 ，for each r， 我们对于每一个 r， 我们定义什么呢 ？mr。Infimum of fx 且这个 x 属于 R 同理大 MR 等于它的 supremum 好吧然后呢 LFP 就是它的 lower sum等于什么呢？等于所有的 MR 这个乘上它的体积。那么同理，那么这样子我们同理，它 upper sum 等于什么？所有 R 这个 MRF。乘上它的体积，就是它的 lower sum 和它的 upper sum。好，然后呢，我们让，这样我们继续定义 PQ， P 等于什么 ？P 一 ，P n。然后呢 ，f 如果乘 by 是它的一个 refinement。如果你在每一个的起源或者有一个某一个 pi 里面呢，你添加了某些点，那你这个分割是不是就更精细了？所以叫 refinement， 它的更精细、更精细的一步分割。好，那 common refinement。假如说我们有 P 和 P 撇等于 P 一 P 撇 N， 那么如果 P 撇撇等于什么呢 ？P 一和 P 撇一的并每一个它们并的话，那它就叫什么？Common refinement of P 和 P 撇。好，我们这个定义非常的多啊，但是都很容易理解，对吧？就是他们两个并，那肯定就更精细嘛。
只要你这个分割里的元素越多，那你就越精细，对吧？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有一个引理，就是说当你分的越细的时候呢，你这个 lower sum 的 lower sum 就会变得越来越大，但这个 upper sum 呢又会变得越来越小。我们来看一下引理说的是什么。引理这里提到，用 P 是一个分离，那么如果 P 撇撇比 P 要更精细的话，它的 lower sum 变得越来越大，它的 upper sum 变得越来越小。好，那这个该怎么证呢？如果是 finer 的话，我们就考虑一个点。Consider is just one more point than P. 如果它就比它多了一个点，那如果它就比它多了一个点的话，我们就假设如果 P 是这个 P1 PN 对吧，那 P 撇撇等于 P1 并上某一个 Q， 另外其他的保持不变。好，如果它只是这样子的话， If it's just like this， 因为它精细的话它有，对吧？你就考虑当它一个点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定理成立的话，那么我可以一直这么推，对吧？那我们先考，它已经充分，就是说已经就是只需要考虑一个。好，那我们现在看，让 P 一等于什么呢 ？A 一 A 一 T 一 T 二。某一个 t i 减一 t i t， k 减一 t k 等于 b 的。好，我们考虑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呢 ，q 呢它是属于 t i 减一 t i 之间的，好吧？那么。那么对于这个 LFP 减去 LFP 撇撇，你考虑它的 lower sum， 对吧？我们想要证它这个 lower sum 变得越来越大的话，我们只要考虑 A， 它变得越来越大的话，那它是不是只要小于零就行了呀？小于等于零。我们想要证明它小于等于零，对吧？好，但是呢，当你做差的时候，all the summands 很多都会消掉，对吧？因为我们只有多加了一个点，其他的就是很多都会消掉。 But for rectangles in form， 当你是形如这个 RS 呢等于是什么呢 TI 减一 TI 乘上 S，其中的这个 S 呢是什么 ？Any sub rect， 就是其他任意其他的 sub rectangle， of A 二 B 二乘上 A n B n， 好吧，
就是它是其他任意其他的，那只有当我们找形如这样的时候呢，它这一个才会就是说出现问题，其他的它都完全一样，对吧？完全一样，那就都消掉了你做差。好，那我们现在考虑第一个长方形，我们考虑 ti 减一 q 乘 s 和这个 qti 乘 s。那么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MRSF 是整个MRSF 是这个吗？它是这一整个的这个下界，对吧？ MRSF 呢，它是这一整个的下界，但是呢它是小于等于什么呀？ MRPSF 的，因为什么呢？ RPS 是它的这个最小下界最大的下界，下确界，对吧？下确界它只不过是它的一个下界，但它呢是下确界，对吧？好，那么同理它也小于 F。 好，我们有了这个不等式，然后呢我们再看 V， 再看面积。VRS 呢它是等于什么呀？它是不是等于移一下 V 啊 TTI 减 Q 加上 Q 减 TI 减一乘上 VS， 对吧？中间你这个 QQ 凑一下，你凑一下之后它就凑一下之后你再分配，对吧？分配了之后你就得到它其实就等于什么 VRPS 加上 VRPPS， 好吧。然后呢，因为面积它等于是大于零嘛，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个 MRSF 呢它乘上这个 VRS等于什么呀？等于这个 MRSF 乘 VRPS 加上 MRSF 乘上 VRPPS， 对吧？那么我们有了这个和这样，这只有这个不等关系之后呢，它小于等于什么呀？ MRPSF 乘 VRPSRPS 加上 RPPSF 乘上 VRPPS。 好，那么提炼一下我们就有什么，同时呢这个是这个对于任意的形如这样的长方形都成立，对吧？好，那么 FP 等于什么？是不是等于根据定义它是所有的 subrectangle F 乘上 VR， 对吧？它等于形如所有的 RS 的，是这样子的，加上其他的，对吧？好，我们现在再来看 P
撇撇的，它呢也是啊，它我们这边其实可以擦掉，这个根据定义，我们把它写过来就更容易看好。好，它是等于什么呢？r 撇 s 加上 r 撇撇 s 这个再加上 other， 这两个是 same， 它们是一样的，对吧？也就是说 l f p 减 l f p 撇撇就是等于什么呀？ r s。其实这步已经可以看到答案了，对吧？你看，这步我们可以直接就是说，它小于等于这个，对吧？因为你这里是所有的 r 撇和 r 撇撇，那每一个 r 撇加 r 撇撇呢，对吧？我们有这个不等式，它是大于等于每一个，也就是说你对于每一个 Separatangle 它都有这个不等式，那你把它加起来同样的还是有这个不等式，对吧？你就得到这个。那么根据相似的这个 process 呢，我们能得到什么？不对，是小于等于，对吧？那相它不同在哪？它不同就是不同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换成 n， 然后它怎么怎么样就行了，对吧？我们有了这个，我们的定理就证完了啊，引理。这个引理证完了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引理，这个引理就是什么样的？就是说，如果对于任意的两个 partition 呢，你这个 lower sum 永远都是小于等于 upper sum， 对于任意的 partition。 好，这个是引理，也是引理吧。那么10.2，对于任意两个，P 撇撇 ，let， 那它等于它的 common refinement， 那等于它的 common refinement， 那 L F。它是小于等于 LFP 撇撇，它是小于 LFUFP 撇撇，它呢又小于等于 UFP 撇，这个呢，这都是因为之前的 lemma， 这个呢又是根据定义，对吧？因为根据定义，这个 infimum 它永远都是小于等于 supremum 的，对吧？好，证完了，一句话。OK， 那么这个引理证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丢更多的定义，再丢更多的定义。我们到现在一直在讲这个和，我们还没有讲到什么是积分呢，对吧？我们继续丢定义。假如说我们这个 f 啊，它还是依旧是从 q 映射到 r 的，我们 define 它等于什么？它是它的下积分，下积分呢是等于所有的lower sum 的 supremum， 然后呢
上积分呢，它是等于所有 upper sum 的这个对于所有的这个 partition， 你取它的一个下学界 upper sum 的下学界，就是它的 upper integral， 这就是它的 lower integral。 然后呢，如果 QF 它等于 QF， 那么我们就说它是可积的，对吧？ Define their common value as， 你把它的 common value 记为这个就行了。 OK， 那么为什么它们存在吗？它们存，对对对啊，你直接定义了，但是你定义的是它们这个最小上学界和它们的上学界和它们的下学界，它们你直接丢它们就是上学下学界，那你得证明它是，它这个是有界的，你才能取它，它是有上界的，你才能取它的下学界，不然这个定义是没意义的，对吧？那它肯定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任意的 bilemma 10.2 刚刚证完的，对吧？对于任意的这个 lower sum， 它是小于等于什么呢？PP， 对吧？那么这就是说什么呢？它是有上界，它呢所有的它呢都是有一个下界，那么这个定义就是没问题的，好吧？那我们现在看一些例子啊。你看 lower sum 呢就是所有它底下的，所有它底下的，但是呢 upper sum 呢又是所有它顶上的，顶上的。然后呢，因为你分的不停的分得很细，不停的分得很细，对吧？然后呢，你取它们的最大值，这个呢，你也把它分得不断细，然后呢，它就变得越来越超出来的东西呢，就变得越来越少，对吧？然后呢，当它可积的话呢，就是它的上学界与它的下学界相等的时候呢，就把它的这个值呢记为它的积分。好，那么同样这是我们这个推广之后的那个，我们这个是二维，对吧？二维的话就是选这个所有 rectangle 里面最小的那一个，然后呢它的 function value 是，这是它的 value， 然后再乘上它的这个面积，对吧？上就是它的底部的这个 lower sum， 所以就是它的 lower sum。然后最后呢，它会变得是相当于什么样的形状呢？它会变得相当于是这种形状，对吧？它会变成一个这个形状，对吧？好，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笔记里。现在呢，我们要讲一个定理，就是叫这个黎曼可积条件 （Riemann condition）。就是说，首先呢 ，Q 是一个长方形，那么它的 lower integral 肯定是小于等于它的 upper integral 的。这个就是很直观，就觉得哦，肯定啊。但是我们还是得证哈。那么呢，当它们俩相等，也就是说它的积分存在当且仅当。你有这个 epsilon delta definition， 很像这个 epsilon delta， 就对于任意的 epsilon 呢，我们存在一个 partition， 使得呢，它
它们之间的距离小于 epsilon， 这是黎曼可积条件。好，我们先记一下这个 theorem 10.3。第一个呢是什么呀？我们的下 lower integral 永远小于上 integral， 这是第一步我们要证的，对吧？第二个呢，我们要说什么呀？当且仅当对任意 epsilon 大于零存在一个 p such that u 的和 l 的距离呢是小于 epsilon， 很像这个极限的 epsilon delta 定义哈。好，那我们先来证一下。第一个，我们要证明这个下面积分永远小于等于上面的积分。好，我们第一步呢，先选定一个 p 撇，选定一个 p 撇，那么对于任意的 p 呢，我们都有 fp 小于等于 ufp 撇。这一步说明了什么呢？它是它的上界，那它是不是就大于等于它的上缺界呀？然后呢，对吧？然后呢，你再让这个 p 对吧，然后这就是 true for any p， 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它是个下界，那它小于等于它的下缺界，根据我们这个定义没问题，好，对吧？这没问题。好，这是第一步已经证完了。第二个，我们想要证 epsilon delta， 那我们先证这个方向，就是当它可积的话，那就你就有这个条件。好，如果它可积的话呢，我们对于任意的 epsilon 大于零，对吧，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什么，选择一个 LFP， 但是epsilon 2 close to QF， 然后呢同样的我们把这句话再粘贴一遍，我们把这个 U L 换成 U P 上再加一个 P 撇，对吧？好，那我们呢等于它的 common refinement， 那我们就有什么，我们有什么呀？ L F P小于等于 L F P 撇撇小于等于 U F P 撇撇小于等于 U F P 撇。然后呢，因为它跟它呢是 epsilon too close， 它跟它也是 epsilon were too close， 所以它跟它呢之间的距离呢肯定是什么？小于 epsilon 的，对吧？没问题。好，然后呢，我们这个方向已经证完了，我们证回来这个方向，回来这个方向，我们用什么？我们用逆否命题 ，contrapositive。我们用 contrapositive 来证，也就是说我们要假设 assume
不存在 DNA， 我们假设它不存在，然后呢我们想要推这个 epsilon， 也是这个 epsilon 的条件呢也是不能成立的。那我们呢让这个 epsilon 呢等于什么，它不存在其实就相当于什么呀，或者说是严格这个大于，对吧？那我们做它们让 epsilon 等于它们的差，让 epsilon 等于它们的差，我们能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对吧？我们让 epsilon 等于它们的差，那么呢我们就什么呢，对于任意的 p 呢，我们看哈 LFP它是小于等于这个 UFP 它是大于等于这个，那么 U 对吧，好，我们小于严格的小于它要小于等于什么，它对吧，那么从这里呢，因为他们是 epsilon 近的话，他们呢他们的距离呢你就能得到什么呀， U 减 L 呢他们距离是不是得大于等于 epsilon 呀，那也就是说我们得到什么，存在一个 epsilon 使得呢对于任意的 epsilon 对吧句号，那么它这个就是否的呀，它 negation 就是对的呀，它匿名体就成立呀，那么就证完了呀，黎曼条件对吧，就是判断它可不可积，这是其中一个我们用它的这个 lower sum 和 upper sum 来证明。好，那么根据这个呢我们有一个定理还有一个引理哈，第一个定理就是说这个常函数呢它是可积的，同时呢它的值呢其实就等于 c 乘上这个rectangle 它的体积，同时呢它又等于 c 乘上所有 subrectangle 的和，好吧，那么是对于任意的 p 哈，对于任意的 partition， 好，这个就不记了哈， theorem 应该是 10.4 吧，很好证。那么首先我们刚才那个定理，对于任意的 R 是 subrectangle 的话呢，对于任意 R subrectangle 呢我们有什么呀， MRF 呢等于 C 等于大 MRF， 它永远是常函数，那它就没有什么下学界上学界都是等于 C， 那么也就是说它的 lower sum 呢同样的也是等于什么，等于 C 乘上所有的也是等于它的 upper sum， 对吧，那么如果这两个一样，那我们的 Riemann Condition 对吧，它们相对等于零呢，对吧，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呀，我们证明了它存在，好，我们证明它存在了，我们继续呢，因为这个 LFP 咋是 LFP 呢它是等于，定义上说它是小于等于 QC 小于等于
U F F P， 但是对于任意的 F P 呢，它都等于 C 乘上这个，对吧？它都等于这个。都等于这个，也就是说呢，它大于等于它，又小于等于它，那就等于它呀。C 乘这个 ，C 是等于这个和，对吧 ？C 是等于这个和，它是对于任意的 P 呀，这是没问题的吧？对于任意 P， 那特定的对于你一个 trivial partition。对吧？那就证完了呀。好 ，OK， 那现在我们就有一个推论，我们就有一个什么样的推论呢？喂，不是，他怎么自己在动了？不是，不是，咋整啊？回哪了？隐函数定理，这个，这是我们的隐理。我们有一个隐理，它是说什么呢 ？Q 是一个长方形，当 Q、QK 呢，它是有限个覆盖的 Q 的长方形呢？那它的体积呢是小于等于它们所有体积加起来的，那这个呢其实就看着就非常直观可以理解，对，你都把它覆盖了，那你体积不就，那肯定就比它大呀，对吧？你把它覆盖，你体积加起来肯定比它大呀，是吧？这都不用证啊，但还是得证啊，你要严格的论证的、啊。那这个是 ，Curl。它是一个推论，好，然后呢，这个证明呢，竟然要用到我们积分的定义，就用我们积分，好，我们先让呢 ，B contain Q Q 一 Q K。让 Q 撇呢是一个包含了他们所有这个长方形的一个大长方形，然后呢让 P 是它一个 partition determined 的，就是你选 Q 一 Q Q 一到 Q K， 它所有的长方形呢，它这个 interval， 对吧？它是一个 interval 的 Cartesian product， 你把它 interval 的所有 endpoint 都作为一个 partition，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对吧？那么有这样一个 partition 呢，因为我们刚才。证明了这个，对吧？也就是说 ，V Q 它是等于什么呀？它是等于所有的 R 属于在 Q 里面的这个，对吧？这个是对吧？没问题。好，但是呢。它每一个 Q 里的一个小长方形呢，因为我们这个分割是这么取的，我们分割这么取，它就导致了什么？导致每一个它是每一个 Q 到 QK 里的一个小长方形，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既然它每一个都是它里面的，那么你整一个的和，它其实是小于等于什么呢？你把它们所有的 Qi 里的所有都加起来，对吧？它肯定是小于等于这个和。好，它是小于等于这个和，但是呢，这个呢又等于什么呀？对吧？那这个呢，它等于 VQ， 那 VQ 小于等于加起来就完事了，对吧？对吧？